Hello， 大家好，我是 Michael 沙尘，一个想让更多人爱上棒球小学生。看，这里是不是有点熟悉呢？没有错，这就是上次我们吃过霸王餐的那个餐厅。还真有霸王餐。我吃是冰安。啊，好烫，老是有点熟。免单啊。这样就没不可能免单了。不是刚刚开始时。好的。不过今天我们要去参加是 MLB 复兴节的线下观赛趴。我们一起去看看吧。今天复兴节，所以我和我爸爸还有爷爷一起都来这里。哇塞，好多人啊！哎 ，Hello， 你好。啊，这是嘉诚来了，签个到吗？我们昨天拉着那个去哪？我们都是透过嘉诚走。今天的比赛是第三支道奇对战亚利桑那响尾蛇。这次在杭州 Knox Base 棒球古亭酒吧举办的 MLB 复兴节线下观赛趴，邀请了常州和南京 MLB DC 超过30名球员和教练，其中还有 MLB 的签约球员王洋和赵龙，当然还有我们中国棒球英雄 MLB DC 的总教练张宝树教练。这么多大咖，我怎么能放弃这么好的机会呢？签名走起！这些哥哥都好 nice， 都给我签了名。这上面有常州DC 和南京 DC 所有球员的签名。如果他们以后成为大联盟球员或是职业球员的话，那可就值钱了哦。完蛋，把心里话说出来了。欢迎各位来到现场，比赛开始。互动抽奖环节邀请了我们浙江省棒球协会秘书长潘叔叔和举富棒球场创始人 Jeff 叔叔和我。哎呀，何德何能啊！第一个有奖问答是我们道奇和响尾蛇两队的配音。这对我来说也太容易了。响尾蛇不但是国际分区倒数第一，而且还是全联盟倒数第一。赛事20胜50败。接下来是父子颠球比赛。给我的队友深深加油。1、2、3、4，加油。我的队员啾啾和他爸爸以一分优势险胜拿了冠军。八卡啊，已经赢了，我另一名队员汪正义又幸运地抽到了费城人球衣，他马上就让费城人队签约的捕手王洋签了名，太有意义了。接下来抽奖的是张老师在2016年 WBC 世界冠军金手赛奖金卡。这次到我爸的队友汪叔叔得奖了，张教练现场还给卡签了名。哎呦，不错哦！不过这卡我也有，哈哈。最后是千景投掷赛。我和我老爸轻松拿了冠军，不过有点不好意思，因为其他全部都是妈妈。
是 Rocket Builder 六局一杆打都没有，你觉得他有可能重新胡安打比赛吗？虽然比赛还没有结束，但是因为我们要训练了，所以拜拜。Buehler starts the bottom of the eighth inning against David Peralta. Buehler has retired the last 12 men in a row, 15 of the last 16. And a line drive, base hit, and there goes the no-hitter. David Peralta breaks up Walker Buehler. Backs down to their last out. It's a ball game. It's a dot. Clevinger wraps it up. Walker Buehler takes a no-hitter into the eighth inning.